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周二之前，我要一个罗曼蒂克的稿子。见。阿明，哎，玉明，啊，这什么？这傻逼！哎呀！ 在外婆的婚礼上，你一定要表现得乖巧，不能闯祸，听到了吗？放心吧，不会丢了你的面子的。小希最乖了，去吧。嗯，苏先生，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谢谢你啊。 你赶快去试试，看看合不合身。你倒是一点都不着急，一点都不像要当新郎官的人。我本来就想简单办办也就完了，但是你母亲执意要打扮。苏先生，你是真的想要跟母亲结婚呢，还是？很多人都怀疑我居心不良，但是我能说什么呢？让时间来证明我。 苏先生，虽然我没有杀黑狐，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觉得不是你。你相信我？难道你希望还有别的吗？谢谢了。太像了。 小雨，几件事情：一，沈家的老佣人张妈养的一只黑猫无故的被杀，开膛破肚。我怀疑是有人想要破坏婚礼。二，你恐怕难以想象，外人眼里光鲜亮丽的方大小姐，在沈家其实没什么地位，连一个老妈子都要费力的讨好。三，方小溪这个女孩子的性格实在是太古怪了，她好像有点依赖我。 张市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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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市
喂，该给钱了吧？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我很忙，过几天再说吧。
发誓，将来我一定补给你个盛大的婚礼。爸爸，今天你做新郎，你开心吗？先回房间休息吧，我去处理一下。老明，你回去看看。哎，去哪里？又是你们俩，昨天就到这里来捣乱，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两个！走，哎、快走，走走走！什么你？快走走走！我是沈家三小姐，谁敢动我？三小姐，我在沈家当差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三小姐。把他抓起来，直接送到警察局。走，走，快走！住手！林哥，你怎么在这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大姐，妈妈是不是又要结婚？那爸爸怎么办？还是有点相信，我早都告诉过你，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了。你是什么人？轮不上你在这里说我们家的事。林哥，先别激动，这件事大姐以后慢慢跟你说。先回去，来，走，快来，走。周瑾，你。大少爷的女朋友，啊，就是他。听说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回来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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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进来的，都给我轰出去！干嘛？我们有采访自由啊！真相，真相！慢着，这是我们的。各位，今天是我沈碧云的大喜日子，承蒙各位来宾的赏光，我深感荣幸，也觉得很感恩。特别特别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的三女儿林格带给我的惊喜，林格。我真的很开心，
你可以回来，妈妈真的是很开心。谢谢你们，谢谢。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不是现在。沈碧云女士，请您先回答一下林葛小姐刚才提的问题。对呀，对呀，你说呀，你说呀，你刚才回答一下。退后，退后，哎，别挤呀，退后。怎么能这样呢？把他们赶出去。林葛，住手！你给我，你这，他是我的朋友，他救过我的命。沈太太，哎，为什么亲生女儿不知道父亲的死亡真相啊？林葛小姐在国外流落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哎，我想请问，这林葛与您前夫的儿子曾小春是不是一对龙凤胎啊？如果是的话，那这件事跟这个命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啊，如林葛所言，曾红到底是怎么死的？外界都疯传这件事和您有关，你怎么看这件事啊？啊，对啊，对啊，您怎么看啊？哎，请说两句吧，请说两句吧，你怎么看啊？说两句吧，说两句吧。各位记者朋友，各位。我是沈碧云女士的私人律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为沈碧云女士的人格做担保。曾红的死跟她毫无关系。然而刚才你们所提的问题，如果对沈碧云的精神造成了损伤，我将有权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哼，谁不知道这个简其明是沈碧云的天生护法，她的担保有什么用啊？她呀，就是老少通吃，简直是个老白脸。就是。你再说一遍的。怎么样？各位，今天是沈冰女士的婚礼，就你们刚才的表现，我完全可以以私闯民宅的罪去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不过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不希望把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所以还要有请各位高抬贵手，大家和气生财。各位，对不起，请回吧。哎，怎么怎么出去？出去啊！出去吧！出去吧！什么都没说呢。刘队长，哎，怎么了？来来，请吧，请吧。门在那边。他是林葛的朋友，让他留下吧。是太太。啊，来，请。来，既然他是林葛的朋友，带他们俩上去换衣服。是，小姐这边请。周瑾，你先去换衣服吧，我随便看看。没事吧？好吧。小姐这边请。Mr. Su Jiwon, will you marry Mrs. Shen Biyun as your wife? To love her and respect her? To love her like yourself? For richer or poorer, in sickness or health, you will be always faithful to love and cherish until death you do part. Jiwon. 我愿意。Now you can exchange the rings.
方琪，我是方琪。方琪是谁啊？哎，怎么是你啊？你是谁呀？你忘了，我以前救过你的命。哎，三小姐。三小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张妈呀。啊，张妈。是，刚才人多，也没能好好看看你。来，让张妈看看。哎呦，长这么大了。咦，韩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东平少爷的朋友吗？快去，东平少爷等着你呢。哎，好。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什么意思？你觉得我和这儿很不匹配吗？你没有觉得我今天这样很美吗？别跟我说这些。我问你，你怎么会跟林葛在一起？难道他一直跟你在一起？那天在你们家的是不是他？不然你以为呢？你应该不是觉得我藏了一个男人在家吧？我才没有。再说了，你们家有男人跟我什么关系啊？近水楼台，你就没有想过给沈家写个独家专访啊？有什么好写的？能写的多了。沈碧云大婚，记者在门口晕倒，婚礼成了闹剧，母女十载重逢，这都是很好的题材啊。是你想写吧？我说简编辑，你好好想一想，就你那个豆腐块大的破专栏，你要是写了这些东西，明天就可以上头版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它不是破专栏，它有它的名字。它好好，有名字，有名字，有名字。周景，我劝你，别碰这个东西。你就去继续写你的小情感、小感触就可以了，不要节外生枝。啊，行，就算你要节外生枝。不要碰沈家，你知道这个家有多深吗？你根本就不会懂。我跟你说话了，你听见没有啊？这衣服挺贵的吧？怎么了？听说你好像还有洁癖。哎，专栏的事交给我，你去弄衣服。嗯。哎，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没什么，我去看看爸爸。林格，来，让大姐看看。长漂亮了。那个，周瑾，这个是周瑾，这个是大姐方瑞。大姐好。姐姐，林哥姐姐，我想死你了。雨山，林哥刚回来，你别吓着他。你是雨山？是我呀，你不认得我了？我就是以前老是跟着小熊哥哥屁股后边，哎，被你们嫌弃到死的跟屁虫雨山呢。雨山。林哥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没什么。哎呦，走走。这栋老宅有些年头了，据说
还是外公年轻的时候捡的，后来就传给了妈妈。虽然妈妈外嫁，可沈家老宅这名号却从来都没有移过主。我好像第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哦，对了，雨山，我忘了给你介绍。我知道，周瑾嘛，刚才问问题的时候多带劲儿啊。你好，你好，雨山。爸爸，他到底……那天晚上我不在家，回来的时候，爸爸已经躺在楼梯下面了，满身都是血。尸检报告说，他的血液里还有大量的酒精和……什么？鸦片。爸爸从来滴酒不沾，鸦片这种东西，他不可能去碰啊。自从小陈哥哥过世之后，又出了国。爸没日没夜的酗酒，整天都醉醺醺的。起初妈妈还发脾气，后来就懒得说了。她不让爸爸回房间，他们俩就分居了。后来爸爸住在书房里边，可是满屋子的搜，也没有发现大烟。爸爸应该是在外边染上的。听说爸爸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连你也这么说。真的假的谁知道啊。反正妈妈有了小丈夫，是有目共睹的。那是爸爸过世没多久，方琴就疯了。疯了。我们姓曾，他和大姐姓方，爸爸也不是他的亲爸爸，哪至于伤心的疯了呢？没送去医院看过吗？怎么没有？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甚至还把外国来的医生请到家里来会诊。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这是周瑾第一次听到沈家这么多尘封的秘密，他觉得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别人都说他伤心过度，得了抑郁，可我倒觉得奇怪。那是因为啊，他根本就没有疯。他没疯，他只是太孤单寂寞了。你们俩认识的？哦，简编辑是我顶头上司，是我老板。
原来是这样。对了，刚才还来不及跟你打招呼，周小姐，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不管怎么样也要好好的谢你。您太客气了，沈太太。那你也别跟我客气，以后就跟东平一样，叫我沈阿姨吧。好啊。哦，刚才我实在是太冒失了，对不住了。有吗？有吗？啊！请您给我签个名吧。好的。什么情况？太感谢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请说。门外守着好多记者，我听说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昨天晚上就来守着了，能不能让他们进来？实在不行的话，给点茶水、小点心也行啊，让大家沾沾喜气。你这么说，倒显得我们不近人情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的担心我明白，您怕让大家进来沾了喜气，却给您添了晦气。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大的太阳，这么多记者守在门口，万一明天出的新闻都是沈碧云大婚，记者受暴晒晕倒？这不才晦气吗？还不如让大家进来开开心心的采访一通，也就皆大欢喜了。柔芝，母亲，让他们进来，去吧。开开，请各位记者都进去。来，让开，让开，让开！我突然就想明白了，陈女人心海底针嘛，尤其啊是陈国的老女。你是什么人能够进去？来，来，陆总，进来，同学，赶紧走。各位来宾，我有一件事要宣布，今天我要介绍一位很特别的来宾，就是这一位周瑾小姐。她是我们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客人，因为她，林格才可以安然无恙地回来。她是林格的恩人，也是我们沈家的大恩人。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向你致谢，同时，周小姐，你可以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作为我们沈家对你的回报。我想为你写一本自传。啊！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沈碧云肯定不会答应的。雨珍阿姨。你在是做什么呢？要你管！你想出去？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告状，你就死定。要不我帮你？什么意思？哎，这下有好戏看了啊！周小姐，恐怕要令你失望了。母亲一生传奇，想要为他著书立说的名家无数，可是母亲早就发出过声明，他这一生不出自传。我答应你，母亲。周小姐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我当然要答应。太好了，我连名字都已经想好了，就叫淑女之家。呀，答应了这个，差点答应了。对呀。啊，真的。
我真的不明白，像周小姐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怎么会对母亲的生平这么感兴趣？如果换做别人得到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早就真金白银、狮子大开口了。这些钱我自己也能挣到啊，又不是什么大事。再说，我一点不吃亏啊！你想想看，他拒绝了所有人，唯独答应了我，多有面子的一件事儿。这本传记本来也许永远没有机会面世的，现在既然我拿到了出版权，还怕以后赚不到钱吗？周小姐想得长远，算我目光短浅吧，我先干为敬。失陪了，周小姐。冯林啊，走，咱们敬敬你沈阿姨一杯。我先敬你一杯吧，我先喝。沈阿姨，苏先生，敬你们俩一杯。谢谢东平。上一杯来就是了，林哥，你没事吧？林哥，你还好吧？我没事。现在越来越厉害了，那么多年不见，脾气越来越火爆了。以前是玩枪，现在玩起童子军来了。当年我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我当然有事了，我非常非常的生气，我气你的枪走了火，我去进了医院。我更气的是你出了国，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那你现在还生气吗？你说呢？我肯定生气啊！你想啊，你事已走了之了，也不联系我，不给我写信，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担心。喂，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我不想看到你出任何事情。
喝一杯。还不喝啊？咱们这可是……我是不是太勉强他了？算了，让我自私几天吧。我可不会喝酒，喝成这样，真有失身份，成何体统啊！回去，回去，回去！你不跟我喝，我还不跟你喝呢，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你。快算了，小玉，小玉，我不怪你们。我爱你们每一个人。你说你喝成这样，真不像话。梅香，走吧走吧，我来吧，你去忙吧。